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《哈姆法特拉旺》这一款《和和和外星人》啊。之前有一款《和和和英雄》嘛，就合成然后攻击外星人哦。这个画面好像比较简陋一点，然后射击的感觉是……哎呀，我们扭扭受伤了是不是？没有扭扭啊。这种玩法的游戏有玩过啦。就是去合成嘛。然后把他们升阶这样。然后敌人下降就会用这个武器去打他们。怎么没有提示？有，有提示。我目前还在观察是。会随机合吗？弹弓是合小鸡，那回旋镖是合狗狗，然后有攻击力的就是这些小鸡啊、狗狗啊、还有牛牛啊。弹弓合小鸡，因为小鸡拿弹弓嘛，然后这样、哦，这样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。然后他又下了，然后这个斧头，石斧的话是扭扭，哦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嗯，他为什么要移动这个？我不要理他，我偏偏要把扭扭升级，啊，来不及，这边可以加速，小鸡的弹弓是远程啊。那我们就是先升小鸡吧，扭牛升级变成这种比较强的扭牛母牛关卡，就是外星人不是都会把一些动物给抓走，去改造一下，去研究一下。嗯，美国的那些都有这样演嘛，美国农场不是都会被外星人给抓走？就一个晚上，然后发现，牛牛的那个内脏都被掏空了，然后我们就受伤了，受伤了。然后第十天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可以开宝箱，然后可以恢复生命，哇，升阶，我们这个狗狗更强了耶。其实它有点偏。儿童面向，欸，因为画面啊、画质啊，比较走卡哇伊风格啊。这步数嘛，这你步数移动结束之后，外星人就来了，增加伤害。狗狗的是回旋镖，这样直线上下攻击。这游戏下载次数是5000加啦，三颗星。然后我看留言是六月啊，2003年六月多，大概就六月的游戏啊。就是我们这边，如果你可以看得到一些留言的话，因为他现在 Play 商店的留言是根据你的地区去变化的。这干嘛？升级英雄？这么厉害啊！继续让我们这个狗更强。像这个就比较偏那种益智类的小游戏，我觉得 BOSS 在这里，说我们应该要把一些给移过来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可是我只剩四步啊，只剩四步，不然就这样移过来。过来只剩两步，也不能干嘛。好，有没有？就变成说我这边四肢是没有用的啊，没有作用。好，农场安全了。
哇，诛仙人，我只知道龟仙人而已。龟仙人是五天老师吗？应该是吧。好色仙人，好色仙人是自来也不一样，但是他们都是好色，都有仙人两个字，然后也都很好色。来看一下设定吧，音乐、音效、震动、disco， 然后体力、钻石、金币，目前。第二关，这是农场吗？然后这是什么房子啊？然后这边有一些卡牌养成，商店还没开，第二关才会开，然后首页。整个功能不多啦，功能不多，玩法也比较单一，就是这种玩法，养成这些动物，对抗外星的。哦，这边有飞镖，飞镖大概是猪吧。我没有英雄啊，本来就随机升就对了。将所有弹弓哦，直接变成小鸡，然后这个诛仙的拿那个手里剑哦，手里剑，封魔手里剑。最大生命，你要升英雄吧。嗯，反正我们现在有十步可以让你慢慢玩。还有没有啊？这里。反正就直接升狗狗嘛。都要两步欸，没有一步的。回旋镖、手里剑、弹弓，好，开宝箱，额外八个移动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好升的，没有狗狗啊。这个小鸡的也不太一样，这个吧，直接升阶，觉得我这次应该蛮强的吧，已经美了啊，狗狗没了。马上就升级了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六个步啊，六步，可不可以直接开打、啊，省下来这个步数啊？不然就是也可以累积四根呐、啊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按错，浪费，我把小猪移上来说。都差不多、啊。把它想要小猪移上来，把小猪强化一下。我应该不太需要那么多行动点吧？四只，你看，跑出两只小鸡来，四根去合成。只打小蜜蜂啊，扭牛是近战啊，但是可能就近战会设计说，伤害比较高，有可能。哇嘞，变成一堆猪猪，好多猪猪。那我觉得我这次应该可以轻松过吧，但我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。哦也是二十天欸，有够
久了，二十天。我不要理他，我不要理他，他一定是要我这样。这干嘛的、啊？黄色的，是指说只有一根是不是？哦，点了它会变黄色啦。他还告诉你说有哪些猪猪啊？可以这样子啊，直接按了之后就可以看到伤害，不是伤害，看到有哪些同类型的动物。比如说按这个小鸡，就有四只，牛牛只有两只，这猪猪比较多，可以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哇，黑猪。流氓黑猪只有两只而已，小鸡三只，这个比较多只，但是太远太远。这个可以下来，然后又四根这样，因为四根比较划算吧，四根你可以生两只出来，比你三根生一只还要划算。好，第十天有个小 boss。那我是觉得就是这种类型的玩法之前玩过啦，有时候觉得玩法比较单一一点。这有点遥远。选择狗狗吧，就看你是小鸡多还是猪多还是狗多。我牛不多，我只有两个而已。我们玩到第十天吧，我玩到二十天好像有点久，有点受不了。哦，玩太多了，有点受不了。这个这样吧，等下四个回旋镖。有点难了，有点难了。小鸡的子弹打不太动哦。这两只牛牛在这边扛住中线，扛住我们中路。快没有了，快没有了，快没有可以合的了，只能合这个了。boss 在这边实在太休闲啦，太休闲啦。我刚是合到哪边？有点忘记了。还有五步。浪费步数啊，不知道干嘛。牛牛砍下去，好像不需要牛牛就过了。OK， 先玩到这边吧，真的有点冗长。然后这边要干嘛？结算哦，第十关之后要重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回首页吧。好像可以，应该是可以先离开吧。啊，离开就输了，离开就算输了就对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啦，玩起来就不够刺激，不够刺激。我的感觉是不够刺激，可能没有什么打击感吧。外星人掉下来就啵啵啵啵，他走他的，我打我的。
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我是哈蒙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